现在在 JR 热海车站，我们要去 Luska 找拉面来吃。这次要来吃冰松明物五味八珍，有拉面也有饺子。记得在冰松车站那边附近的五味八珍哦，排队要排超长的，但是我发现热海这边排队比较短，所以来吃吃看。这就是冰松的名物五味八珍，还有最招牌的话就是五目拉面，再来就是饺子，但是日本的饺子就偏硬了。你要上他网页点，这个是他们招牌的 set 组合啦，拉面加炒饭啊，也有额外可以再加饺子。这个是豚骨汤头的加炒饭，这是酱油汤头的加炒饭。这个 set 是1050块左右的样子。嘿，招牌饺子来了。反正我外带是跟招牌五目拉面，跟他一模一样。野菜拉面，野菜拉面。但是有猪肉。刚刚很有趣的地方就是，我本来想要外带一碗拉面，有汤的拉面，但是店长坚持说，汤类的不能外带，所以那个炒饭啊，或者是那种烩面啊，都可以外带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饺子也可以外带。